要走马美道路，会经过李洞山山庄。这边余老要下马美道路，要注意这个方向过去不是这一个路口，要再往前一点。这一个路口下，这里上次来没有铺水泥路，看来是重新整理过了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